资源都拿走。我有怕。只有拿到两颗苹果而已，苹果资源很少。你们现在坐标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800，还有550。800550，好。对，哦，有第三颗苹果。OK OK， 不错，但还是有点少。我们等一下可能要下楼再种。最好是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哎，我看到 ID 看到 ID 都是自己人，好不好？看到 ID 都是自己人，不用怕。对，现在 ID 都是自己人，很安全。对，目前还没显示。目前看不到别队的 ID。我在你附近，不用紧张。我知道。怕你一个回头看到我吓到，我也看不到你啊！想说还好，参加过一次就没有那么害怕了。这边有那个，我也看到那天然矿坑。等一下，我先做把石斧，一起来努力一下。哎咻，石斧有了。都没有苹果哎，好烦哦！钱爆掉了。这附近已经没有那个了。对啊，你要种树，你应该有拿到树苗吧？就直接种在地上了。我拿了十几个树苗，但是我好，边界还蛮近的，其实。真的吗？嗯，因为我发现就过一座山，我就到边界了。对，边界是600600，但我们后面的样子。没有600600是差不多中心点吧？哦，说错了。对啊。我们就在中心，也不要、啊。我觉得一开始也不用在中心点附近，因为在中心点附近通常会比较多人。哦，对啦，知道是。慢慢往中心点靠就可以了。反正时间很多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！黑雨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挖一挖树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准备回来。鬼鬼在挖矿坑不是吗？有差不多，我要准备回去。挖隧道。对啊，那黑雨你就先回来。我们挖隧道也是很重要的。好好好。有没有把你的熔炉带走？好，里面有铁哦，你顺便拿。我知道是黑雨。哎呦，对，我这边在找苹果。我这边有四颗。我目前苹果有几颗？四。不会只有我拿到吧？对，零，我是零。零，我苹果也是零。不要这样子啊！所以汪汪，你有几颗苹果？叶小姐，四颗。好。那苹果目前非常的欠缺啊。项目，对啊，我没有打错。OK。要晚上喽。要晚上。天色有开始在暗了。晚上的时间来得这么快。巧克力找到他们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找到他们了吗？在啊，已经在一起了。我跟汪汪已经在一起了。你跟汪汪已经在一起了，原来刚刚那个520开了，520公开了，不难做人、啊，公开了，挂文交，神经病，结婚，我没交女朋友不代表我喜欢男的，你没交女朋友不代表不能交男朋友，挖矿，晚上了，黑雨你吓到我啊，黑雨你要去哪？哎，你们两个回来，回来喽，要下矿坑喽，现在天黑了。我要等你们，我要把上面给铺起来。好，那个上面的那个熔炉可以顺便带下来。有，我都带下来了。我们的矿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下去，黑雨，快回来，黑雨回来了。下面还有一个，好，我回来了。下附近种一些树，留两个树苗。哦，挖到30了。哎，黑雨下去，挖到一个，要把洞藏起来吗？峡谷，对，有会藏，会藏。好，然后黑雨先下去，先下去，熔炉给弄掉。哇，都下去，都下去！峡谷哎，黑雨下去哦，有我下去了，你一直挤到我，好拍谁拍谁，我挖也没差，你们先下去。现在35分，我们45分可以上来再砍树，还没10分钟，好像就到白天了。其实不需要，因为我们鬼鬼挖到峡谷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种树。哎，各位，小白损两格血了，感觉很危险，一格半。一个半，是被怪打。黑雨不要摔哦，很可怕哦。对，摔得会痛。好，我有点饿了。哎，挖到绿宝石，没关系，我刚刚我刚又打了14个猪肉。我觉得这个也先下去弄啊，先下去。我们到下面20层的位置可以再扩大，差不多才能用一个据点啊，对啊，弄一个小据点。20了，差没有时间。哎，刚哥哥不是说有挖到？还是说我听错？哦，好好好，好，
好，这里是20层。20了。对，我在这里开阔一下地。太好了。哎呦，有黄金，好兆头。赞哦，赞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茶叶立起来了，好兆头。哦、很多个哦，八个。黑羽不要发呆啊！我没有发呆，我刚刚是被卡住，是有点那个，应该没有吧？很顺啊。一手 OK 啊，那在哪边再做一个据点？这里哦，我在20层那边。对，哇，感谢音乐，感谢阿宝。然后做个，哎，刚刚那一堆食物分一下，都在我身上，我现在在做宝箱，把它放出来。我把苹果都放到里面了，烧四个呢。好，苹果带着吧。苹果带着啊，苹果带着。好，我带着。我生存率不一定高，你确定要让我带着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是对你的信任。好吧，对你的信任，对，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我觉得这句话，汪汪，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汪汪不能让我们失望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，超大压力有没有？压力真大。那个你们可以在下面挖。就是在9到11那边挖钻石啊，我在20这边找看有没有金。哥哥，我从这里挖刚刚好吗？这里看一下坐标啊，你挖要够深哦。啊？等一下，哥哥刚点。哥哥刚站的位置是15啊。你15要挖什么啦？你再下去一点、啊。至少要12，至少要12。对啊。好好好。对，好多题哦。对，挖一下。了解了解了解。我跟黑羽。我觉得我们这边要挖宽一点，不然走路会挡到。等一下，我先烧的血，他是已经在吃金苹果了。哇，他有那个保护的血量，这么快就吃了？哎、欸，钻石！哇，鬼鬼超猛！哎、欸，哇！你们知道上一届？上一届也是鬼鬼第一个找到钻石。哇，你不会是变出来的吧？日科啊！你不会是魔法师直接变出一颗钻石啊？哇，太猛了！魔法师啊！难道我们这队会变钻石，还要跟大家讲吗？其实你应该要叫法师啊，不应该叫鬼鬼啊。空想魔法师啊，啊，真的超强的、欸！鬼鬼，你可以变做一个金苹果，变一个纳什金苹果吗？我们可以做一个金苹果了。你变一个纳什金苹果，我也不会告诉大家你是用变的啊。那个，我觉得 OP 鬼鬼，然后你就可以变出来了。赶快变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我不会变。好想让你变啊！一笑一笑，拿铁应该先做盾牌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盾牌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帮你们做一人各一个盾牌，放箱子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那只要花一个铁，很划算。而且刚好你有很多木头。我不会雷。观众一直说我雷，好烦哦。你就不雷给他们看了、啊。哦，我证明，我就证明。對啊、挖到搞爆了都还没有那个金，搞爆了有啦，鬼鬼有挖到，鬼鬼有挖到。哇，紫队法师在干嘛、啊？紫队烂透了。那个铁哦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如果你有石头的话，可以帮我放到最右上角那个上吗、哦？没问题。然后箱子里面有那个盾牌，你可以先拿。继承悟性的意志，石头石头，嗯，拿一个盾牌。X 坐标已经挖到中心了耶，我觉得中心还不急啦。之后再去吧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先在稍远的地方做一个小据点。一手，还是说你们打算在据点就在这里啊？据点哦，我觉得可以先挖，把这附近给挖透透再挖。对啊，而且资源挖到中心点的话，这里有点离边界太近了。还有一些订阅。哎、欸，有僵尸的声音呢、欸！小心哦、喔，看错啊！你要不要阿宝，感谢订阅。一手，对，这边好靠近边界哦，让人有点怕怕的。阿忍猫订阅，看错，目前还没。哇，今天好多订阅啊！来来来，挖挖挖！希望可以挖到很多的金，我挖到绿宝石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我们没有村民，没什么屁用、喔。村民、啊，而且还要铁镐才挖得起来。你刚一瞬间超像那个工地的工头，来来、欸，我又挖到一个绿宝石了，干嘛、啊？绿宝石应该没办法吧？有村民可以交易吗？没有啦，有这么窄的地方，哪来的村庄？之前有一次真的有遇到村民啊，对啊，是有遇到村民的，但是有一次还要特别去找。
好险！刚刚老皮是什么？四帝国？沿江海？哦，沿江附近必有钻，在哪里啊？汪汪，那个小心哦，在这里。哎，对，哎，我觉得在这附近挖要小心那个渡鱼哦。对不对？高山区，对，高山区会有。应该是挖石头才会吧，挖矿不会哦。是给你。Harry， 不要把我推。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推，我没有推。你刚把我推了一下。没有，刚刚是你跳起来，然后撞到我，结果你自己被反弹回去，我很软。哎，各位，我觉得其他队伍的扣匣有可能是杜鱼做的好事，所以我们挖矿要随时小心哦。可是小白刚刚，他们不是跟哈基遇到，好像。没关系，就是小心啊！毕竟高山地带，我们都挖到这么多绿宝石了。看到那个石头破坏的频率不一样，就起戒心一下。好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那个频率会比较黄金出现了，我要去做铁镐。好，我给你一个铁镐就好了。啊，很赚的，谢谢你。不愧是汪汪啊！怎么？为什么？不愧是我的、okay. 我对上的汪汪、啊，不要，没有，不愧是520汪汪，哎呦，谢汪汪有人也拿到钻石，哇，挖绿宝石有好处啊，这个等级还不错多。汪汪，我也要一个，你铁镐吗？嗯，给你。啊，这个态度完全就是不一样啊，不错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对我那么冷淡，我没有啊，这是傲娇啊，这一定是傲娇。娇你妹啊！等下，汪汪我没拿到。哎、欸，你没拿到，那我就给你了。不愧是汪汪嘛，没关系，汪汪你可以给他，我不介意。我给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他不见了。那你自己就算一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他掉下去了。你在浪费我们资源啊你！没有，他掉下去了，汪汪把他丢过头了。就是、哦、没有，那就是因为是要给你啊、欸。给你不就是随处乱扔一下，你自己去捡吗？你拿了、哦。超过分哎、欸！盾牌。你拿了，那黑羽你没拿盾牌？对，我还没拿。Okay, 我紧张了。我，你知道我现在挖矿都离那矿超远，超怕哎、欸！最怕那一下，吓死我！二十分钟过了，我是很像爆炸的声音。对啊，二十分钟，二十分过了。啥？对啊，我刚刚已经花了十分钟在挖树了。真的有毒鱼、啊？小心！那个要不要有人去砍树啊？我肚鱼变好多只哦，龟龟好多只，好好吃。我把它挡住好了。OK， 蒋汪汪，你觉得要不要上去伐点木头？人目前不需要哎、欸，你们有挖到足够的金吗？是还没有啦，嗯、可是对，没有足够的金就还好。反正我们现在有树苗，而且也有泥土，也不是说资源缺乏。是哦，嗯、因为我想说四颗金苹果其实是蛮少的。对啊。我还在努力看有没有进化，可是刷运气。高山区块好像黄金特别少哎。高山区块啊，的确好像有一点。这是啊，有点头疼啊。目前黄金我才挖六颗，没办法。铁的部分如何啊？铁要很多。我们头上是不是有人上去了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没有人上去，等下现在看到名字了吗？哦、等下看到人吗？上面没有人上去过吗？那边破土，我还以为那边已经被挖空了。哦、是破土啊！哦，破土，吓死了！破土，误会。对，刚才吓一跳，是不是有人帮我们挖空，已经在那边埋伏？对啊，你说完我也吓到了。哪一个？虚惊一场。破土，没事。牛排是我的，你就吃啊。吃都吃，好暗哦，这样会生怪物了、啊。这里好多那种、欸，对啊，一定要那个哦，就是那个，要记得插火把，插火把。你刚刚是想要讲这个吗？没错。不要太靠近，肚鱼会冒出来。靠远一点。区区武器走。哎咻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听到肚鱼的声音。居然用听的就可以知道、啊，你说？对，会不会是有人靠我们很近？哎、啊，黄金啊，在哪里啊？我们要不要先把东西搬到鬼鬼他们的？吓到我了！
但是二十层也是挖黄金的好位置啊。啊，干！所以我是打算，反正铁巨人，没有在下面挖钻石总都会遇到啊。我在二十层挖岩有岩浆。哦，有岩浆。你是说这个石头如果挖比较久，就是有可能是杜宇吗？鬼鬼，你也找到了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你旁边。好好，我刚好感觉到一颗石头挖的特别慢。哎、欸，挖掉一颗，其他就会一直冒出来。哦。那个巧克力，我先把东西搬到鬼鬼他们那边去。好好好，距离有点远了。那个有岩浆哎、欸嗯，要往上挖吗？鬼鬼要说什么啊？我们刚刚据点不是在二十。